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 我吃那个黄皮果，拿黄皮果的籽扔到泥土里面，它长的，都长了快一年半了，快一年半了才这么大颗，很难种啊这个。但是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没有这种果卖的，是邻居自己种，给我吃一点，我拿那个籽来种，稀有品种啊，在这边来说，你看这边还有种了很多什么橘子树啊、龙眼树啊，种了一大堆呀、啊。我喜欢龙眼。哎呀，龙眼太好了。一大堆的果树就等着买房子搬过去。你还记得很。要买多大的院子才能装得下我这堆果树？这两棵是最珍贵、最珍贵的，其他的果树都可以在花市啊、果树园里面买到，或者 Home Depot 那边也有卖，就黄皮果树没有，没有的卖。